你来讲这种话啊？难咯，我就是首领啦，你家公遐大啦。哦，首领，我无请罢免，还阁算对我做客气。妈妈呢？真大胆，主动入境。当然上铁路，这位官长，安那？听讲你是一位高官正教，你爱来尊重的，出口伤人，官长下跪。听讲你抗议，敢吞下一半，拢总起来。我看阿妈上是怪代志，敢你什么脾气？来人，